只要分享就有礼品送出。又进了马丁内斯，马丁内斯非常轻松的4-1的比分了，破门得分，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彻底失去。马丁内斯这场比赛啊，真的是难能可贵，长途飞行回来之后马上打首发，又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。这会儿我在想，如果我要是崔龙珠的话，就把马丁内斯给换下去。比分已经4-1了，而且这球打的真的是角度足够刁钻，质量很高。关键确实也没什么办法，一晃这江吉宏直接就转身再去补就来不及了。